你们两人都撒谎，都不诚实，但不诚实的原因不一样。男生的不诚实是来源于他纯粹是个投机分子。你看他没有一次。喝古方红糖真情六十秒。其实我们以前的还是感情挺深厚的，可能你的人生当中也是遇到我的最深情的一个人了，我也很难找到这么适合的你，只是最近出现了很多问题，我们回去慢慢好好解决，一个一个解决，别把钱扯到感情里面来。所以你买房那个，我们就共同去努力，好不好？然后会对你好。也我少出点车，多些时间去陪你。我只要尽最大努力去做到。我跟你在一块也是看中你有情有义，觉得你可以做好，我们可以共同努力。虽然说在深圳买不起房，可以在深圳周边。付个首付30-40万绝对没问题，对吧？好，这样我心里很开心了，谢谢你。我们回去好好过。请亮灯吧，两位请回吧，谢谢啊。来。请关门。欢迎大家登录优酷网、腾讯视频、搜狐视频、爱奇艺、乐视视频、PPTV 聚力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。来吧，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。请开门。这是怎么了？探到底了，走了？来来来。他为什么没出来？啊？他为什么没出来啊？其实你应该问他嘛。我当时想最好的结局是你们俩都不出来，就互相留个颜面，回去你们私底下根据今天老师们告诉你们这些做人的原则去谈。哪想到你还出来，我给你的建议你赶紧去追他去吧，你们去谈好不好？好，谢谢你啊。谢谢主持人。好，谢谢，请回。